不晓呢，再讲一下手厨。那手厨就是，手厨就是我们的林默娘哦。所以我们这集的标题就是“手册厨师奖励林默娘”，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非常抵耐玩，那这么些明显都可以看一下。那最近他进场系统呢？那这边就有真跟你讲的是生肖角色，然后呢，金币副本。也是你给寄把我们要猎的身上哎，哎呀，好，然后它可以快速战斗这样，这是过关奖励，你选的领取，哎，这边可以去解解。然后这边有他的那个七目标，哦，天机百宝，天机百宝，啊，我没有看错啊，那角色也太好笑了吧，哼哼。这边是你抽英雄的地方，嗯，好，我们这个好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。